这是134号酒店式公寓的外侧，然后从这儿就出门，很快就可以到达了这个商业的中心。这边是一个火车站，连接了里斯本到其他的葡萄牙的城市的这个火车站，非常重要的交通枢纽。这栋白色的建筑是当地最好的私立医院其中的一个分院，于去年的年底开业。然后私立医院右边呢是一个最新的服务式公寓在改造，目前的售价都是在10000欧元一平米以上的一个售价。然后这边周边都密布着非常多的这个好餐厅，有一家特别好的 Omakase 是一家日料店，人均是100欧以上都要去预约的，所以这个。